里面好多狗哦。哎，我要坐小雪橇了。妞妞妞。拉他一下，他就会不走，是吗？嗯，我不要。但愿吧。我刚才踩进去了，我在寒冷的北极圈里面正在吃泡面。你们能想象这个地方有泡面呢？聚焦哪个泡面？绿色的泡面，泡面，泡面，泡面。洗完澡，这个地方的灯光实在是太烂了。现在我们来护个肤，我想找个神仙水，我神仙水去哪里了？就这个洗手间呢，大概只有半平米，但是这个房间就有4500多块钱。啊，我都好痛啊！我们红色的神仙水哈，把它很轻盈的扑打在我们的脸上。我忘拿化妆棉了，所以只能拍在脸上，是吧？就跟你们说啊，它这个酒店啊，就芬兰这一片，我住的酒店有可能是特别吧，对，有一个这么个国民品牌，看长这个样子，它这洗手间到处都是。我们这次拍摄也有拜访这个品牌的内容，然后所以我们今天要用一个他们家的这个精华啊，这个北极云莓的这个精华。那云莓长得很可爱耶，就是像个肉瘤。这个精华我还没有用过，然后质地还挺粘稠的，看一下是什么样一个效果。味道很清新，就是有点黏黏的，搓起来会有白泡。我们把它厚厚的铺在我们的脸上，啊，这味道好好闻哦。来说是美白的，在这个地方需要美白吗？哦，对，他们这里阳光还蛮强的。今天下午我们去玩狗拉雪橇和鹿拉雪橇，感觉都要被照瞎了，你知道吗？就我怀疑自己得了雪盲症。嗯，黏黏的，肤感还可以，不会特别的不舒服。然后再用一个睡眠面膜，然后我去睡觉了。这睡眠面膜也是这个牌子的，不过这睡眠面膜之前的时候就已经用过，就是在前天的时候已经用过了。它这个质地非常的诡异，你们看。就你们看，它是没办法这样摸上来，它要你要抠出来才行。它这种凝胶状的，不是啫喱状的，就啫喱状涂在脸上，它会水水的嘛，它就涂在脸上还是黏黏的。他说是这个面膜用了什么他们这个特有的冰川水。我把它厚厚的盖在我的脸上，然后我要去睡觉觉了。味道特别好，我那天用了一下，觉得还挺好吃的。保湿度还挺高的，
让你皮肤处于一个水水的状态，还不错，而且价格也不贵，大家可以试一下。好了，你结束了，去睡觉了。